红梅，哎呀，又有好事情来了！啊，刚才我在洗澡嘛，我在洗洗洗，我听到那个手机在叮叮叮，咯当咯当咯当。等我洗完了出来之后，小周说：“哎，你表妹夫叫你去撸串去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去了，你们自己去嘛，你们年轻人去得了，我这大妈去干嘛？”他说：“要去，不是聊聊天也行。”哎。我啊，本来想说赶紧洗好澡睡一觉，因为今天过来一天也挺累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说吃烤串，吃烤串，吃烤串，我就顶不住诱惑，头也还没梳好，鞋子赶紧穿起就走。我尽量少吃一点，就是尝尝味道，闻闻味道就行了。吃多了确实很胖，我真的，哎，就是以前也胖，但是没有现在这么胖。生完小孩之后就特别的放纵，再后来就是过年嘛，更加放纵，吃好多好多，我这个脖子烂成这样的还背，有个背着，不要打落手机就行了。来走吧，你手机拿了，手机在你车上，我还问手机拿了没，走。会不会？你开部机去吧，走吧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这没有一楼啊？有啊，一到一楼不是有二三四五吗？请按您想要去的楼层按钮。对，这个是一楼。对。这个地方离他家好像有点远，我要导一下航，不然我不会走。刚才是他们送过来的，所以我要导一下。他们在家在哪里？在哪里吃？在他家楼下那里。他们说要吃烤串，还有烤鱼，我们看一下吃啥烤串。那个呀，感觉你那香啊，那蔬菜哦。今天你喊你妈下来，你妈就这样是吗？墨鱼，石蟹墨鱼。小猪吃烤肠。家伙，点没？我在我在发那个吃烤鱼儿等你哈。哦，是一个没了的。这两个兄弟还没上过镜呢。哦，对对。我还没少吃一点。我先祝你们新年过年快乐。哎呀，还吃牛肉嘛？你们都来不？那么正宗的话，真的是哈。那个。是贵州话，都是这玩意。小东西。明天就开始忙活嘛，昨天都忙活了。慢一点，给你冰，煮一下特别烤鱼。热一点就行，没行，一天玩2天就行的。还要打游戏，你把它打掉。时间错了，分别不是输。我感觉那天你比我还喝那个，你也在跟他扯扯开头。我感觉是你开的，你开的。他这个应该是炸的。你说多少呢？你叫啥子啊？你要谁？我也是皮皮家的。我们这边饮食那些跟你都差不多噻，表姐。差不多，在这边要麻盐。要辣点哈？还是有辣？其实辣味真的还好吧。你看表姐视频。我也来串魔芋，尝一下这个四川的魔芋。哎，给我。还有。这里面的魔芋包有东西的，我研究一下，它包的啥？有没有包折耳根？没有。哦，包的葱，葱，还有酸菜吧，姜蒜吧，姜蒜吧，好像是。他想把我们打过来，还在建，没有修好的。哦，就做一些热天的，在那个片江，没有，啊没有，待了个把小时把取了噻，放松可以换，关键的叶子要从早上带到天，我跟你说是好重好累哦，叶子带扛不住啊，接新的过程呢，也有人什么喝酒啊、玩游戏啊这些之类的，他们平。
你陪我。今天又陪不上。天天陪了。昨天不是陪了。嗯。你们把鱼钓到了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就昨天我们烤鱼烧烤啊。嗯。来，再搞点橘子皮，再烤起来更香。你正正你睡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小子。哦，这个是鲫鱼。哎，鲫鱼可以都认识他了。来扯鱼线，扯鱼线。鲫鱼，鲫鱼，鲫鱼，鲫鱼。可以啊，嗯，一个大鱼一个小鱼，鲫鱼放哪里去？桶里。你这个有一斤，一斤一斤，一斤一斤，一斤左右。对，可以。去拿桶了吗？小猪又钓到鱼了，又钓到鱼了，我都不想吃鱼了。哎哎哎，这是烂鱼。又是鲫鱼啊！来来来，手机别掉下去。可以啊，这条也是一斤，也是一斤。来，两条了。哎，又上条鱼了，又上鱼了。叫小弟帮你弄吧，我懒得弄了。那个鱼，小弟，三个斤。嗯，小弟就负责抓鱼。哎呀，折过还大一点，折过大，嗯，折过比刚才我大，一斤半是有了，比刚才我大，可以耶，小叔啊，厉害厉害，神钓，神钓手。等一下，老夏钓一下鲢鳙上来。他有鲢鳙吗？有，里面有鲢鳙。哦。这拿不下。这是烂鱼，也是鲫鱼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都是大，都是一斤多的。这个哎、帅条就算了嘛，都差不多的。哎呀，称什么称？快点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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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拿过来。要放一起的。爸来了。他来了。来来来来，二比三了，一比二比三哦。现在是一比二比三，我帮你们记好。他给我八十一对了。你看我，他们钓鱼，我们就吃橘子烤火。你那个调料好一点。来四川烤贵州的火，他们这边都不烤火，但是我们也烤一下。隔夜了。都下期都吃了是吧？下期猪还都吃了。你来，你来。你来嘛，你来。哎，这劳动鱼不是只有你们这个钓鱼技术不一样。你们这个还哪样？酸菜鱼。酸菜鱼，四川酸，加上酸菜鱼。酸菜自己加醋，你们还能买的？自己加醋。哦。拿过来吧，吃完了。嗯。喊老娘来吃的噻。喊他们两个吃。这个是酸菜鱼。嗯，拿完了，放点点，今天来完了。我自己来捞了。嗯，自己捞是不是？嗯，好，他自己搞一份。你搞到碗里面都不好吃饭了。那味道可以的。你做菜哪点也不可以的嘛？那不太好。那太阳好的人多很。嗯。有太阳呢，就来钓了。有太阳钓。昨天去钓鱼还是有点冷。昨天是最好钓鱼的。好钓吗？就是冷啊。别钓的。新加坡的很，今天要把它搞贵一哈。嗯。老人吃这个也怕他没有吃。他这多，一个门一家哦。哦，像这里就三家了，四家了，这一四家五家，嗯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就不一样了，来到时候都找不到你家喽。没有
正宗的还是找得到的。哇，我们来到这里有一个大水库，这个感觉好大好大哎。看一下，你看这里过去过去过去，哦，望不到头啊，那边不知道到哪里去。这叫张家岩，哦，张家岩水库。来，给自己拍一张照，也见证我来过这里啊。饮用水源一级保护，二级保护。我看着这个水库这么大，我都想把它带回家哦，因为我们那里太缺水了，看这水就是好。这水太多了，我那里很缺水，都想把水库搬回家了，就是搬不动了。